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白。今天是我们收稻谷的第三天啊，刚刚把打谷机从那个山路那边抬过来了，这边的路特别难走。然后现在我们打了100斤谷子的样子啊，这里的话可以打1000多斤啊。大家看一下，这后面这一秋田啊，是我们家里面最大的一秋田，大概有1亩多啊。爸爸把这个打谷机给它摇轿啊，我先把这个打好的稻谷送回去啊，就是这一包，这一包大概有个70斤的样子啊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高高这里已经打完了，这里是两分地，我们打了4包半谷啊，4包半谷的话比去年要增产了半包啊，啊，现在我们要打最大的一秋田了，这秋田是有1亩多啊，好了，开始干活。圈圈，你作业写完了没有？小西，辛苦你了。你看我的牛肉切好，还没开始炒，这是你切好的牛肉吗？牛肉炒芹菜是吧？好，不错，这个菜肯定很好吃。怎么不用那个煤气灶炒呢？这里面一锅那个玉米，然后用那个煤气灶太慢了。好了，那你先忙了，我去拖菇好不好？还要托运才行啊。雪雪，你们不要看下面，去里面。雪雪，涵涵，不要到边上去。哇，你看那个红太阳。哎，你们两个小朋友下去好不好？没有，我来。带鱼啊？带鱼。